有人被困在十三楼半楼。怎么可能？友好临时二姐发传息，信将请，妾已去施然阁。南星为什么语无伦次？这五年来，这死鬼老公到底去了哪里？老公不告而别，回来却当若无其事。你是谁？你这个魔鬼，为什么要冒充我的身份？镜子千万不要对着床。想要青春永驻，长生不老吗？可以随时来找我。世上真的有长生不老的人吗？跟随我们一起探索这世界上种种猜不透的谜底。X 元素，周一至五晚上9点，8频道。